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UP 主的 GTA 5频道。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赌场转盘如何五分钟就连赢30万，净赚15万的小技巧。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 VIP 区的转盘啊。好，接下来第一局的话，你不知道红色能赢还是黑色能赢，没有关系，你红色的下一份注，黑色下一份注，这样的话你是100%能赢的，不亏不赚。好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也就是黑色能赢。那么呢，我们下一局就赌黑色。好了，第二局开始了，我现在呢就把所有的赌注，也就是5万，全部压到黑色上面去。好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果然是黑色啊！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中了10万的筹码，扣去5万的押注呢，我就净赚5万。所以说我现在的筹码呢是49700，比刚刚的44700呢多了5万。好，现在我们起身呢，打开玩家互动选单，在风格套装这里呢切换一个套装，再切回来就可以保存了。你可以看到右下角呢有橙色的圈圈在转，这就说明已经在保存了。好的，我们又回来了啊！这次呢，我们就把赌注呢全部压到红色上面去，5万全部压到上面去。但是不要这么快下注，要等到最后几秒再下注。好，现在下注。那么呢，接下来我就不快进了，给你们看一下完整的实况，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Five's it. One more. 好了，我又赢了，是不是很快啊？你看我现在是54700筹码，那么呢，接下来和刚刚一样的操作，切换套装再切回来就可以保存了，以防万一。好，那么呢，接下来呢，保存好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回赌桌继续赌。这个保存呢是保存你现在的筹码啊，假如你输的话不要紧啊，直接退游戏就好了，它不会记录你任何的操作的。好的，我们又回来了，这次呢我压红色啊，把所有的赌注压到红色上面去。那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直接紧急加速一下好了。好的，这个来钱呢是不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容易呢？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筹码呢是59700，比一刚开始的44700呢还多了15万。就整个流程5分钟就赚了15万，还是非常快的。那么呢，假如你不幸输了的话怎么办？赶紧退游戏，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不会扣你任何的筹码，你一分钱都不会少的。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又可以开始赌了。那么呢，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下连赢3局的完整实况，就结束本期的教学。Time to send in your bets. Okay, bets are closed. Let's begin. That's red 12. Another? Hope to see you again. Back for some more. And now your bets. All bets are closed. It's time to play. Landed on 8. Another round?
That's 27. Would you like to go again?